就你娘两个吧。嗯，自留。我打算要去了，我那个哈，找你哈，提前告你讲哈。嗯，挂了啊。哦，拜拜。他这里有点连着的，这个地方。对呀、啊，那个脚也是的，切不下，那里修不下来。对。那黑的切修不下来，水到了。啊。嗯、没有没有。哎，别动，别动。那个也修不下来，有一块黑的。那黑的下次长长就修下来了。这里面都有一点感染了吗？这一点，这里面都有一点感染了。歪了。好。看这里面都空了，有一点点感染。这脚有一点会是假的吗？对，有一点。修过就没事了。这不是一般人，这手用，就人家两个那么厉害。这里你看，你别不要动了，这里再给你多修一点点下去。别动它了。修一点点就可以了。皮给你弄干净吧。这边的指甲确实空掉了。那边空没空？那个脚？那边还没有呢。那个另外一只脚。应该没有了，看看。歪了。以前打葛小时候也是的，每个星期一放学了从许县就带俩修，也都在修，也是这样的，大脚趾也是黑啊。不是的，他那是往肉里长。往对，往肉里长的。嗯。这修干净了，很干净。然后鞋子穿宽松点，不要挤到了。你的脚也瘦啊，这穿的鞋也不挤啊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不要挤的。估计就被挤了，这两个脚，可能坐两个脚，不可能同时被踩到呀。它有一点点皮，鞋子千万要宽松一点，不要挤到了，挤到很容易感染灰指甲。我平常给他买大鞋穿。可以。